战记在进行了三场音乐比拼之后，再次进入了搭档重组环节。想要一直与宫格合作的 Tony 面临被拆散的风险，毕竟两人都是优秀的让其他人都想要进行合作的音乐人。躲过了一次重组被拆散的风险之后，这一次 Tony 没能躲过，于是 Tony 选择了退赛。 Tony 的这一决定也让观众唏嘘不已，网友们议论纷纷。 Tony 退赛最近正在热播的音乐对抗节目《潮音战记》集结了各路爱豆与音乐人，其中音乐性最强的两位便是 Tony 与宫格。两人在首次合作之后就发觉彼此相当合得来，一起做的音乐也是相当有默契。这么优秀的音乐人，肯定不只是两人想要彼此合作，其他人也想取得这个机会。潮音战记宫格根据节目规则，每场排名第一第二的人都有机会可以换搭档，并且可以强拆排名比较靠后的组合。于是徐明浩在经过上次被 Tony 拒绝之后，再次鼓起勇气邀请宫格合作。在清楚了宫格的可以合作意向且征询过 Tony 的意见之后，徐明浩决定搏一把，听从自己的内心，选择了宫格作为搭档。这也意味着 Tony 宫格组合将会被拆散。徐明浩想要与宫格合作，还记得在徐宁浩询问 Tony 对于自己想选择宫格合作的看法时， Tony 鼓励徐宁浩按照自己的想法走，把他这个第三者放到一旁，做出自己的选择。 Tony 表示到时候他也会有自己的选择。 Tony 曾在徐宁浩邀请合作之时明确表示自己只和宫格合作，如果是节目里的其他合作者，对他来说谁都一样。宫格不排除与徐宁浩的合作，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在明确知道徐宁浩选走了宫格之后， Tony 竟然选择了退赛。根据下期节目预告，宫格似乎也跟着 Tony 退出了潮音战记。节目里出现了两位替补上位的，分别是马伯骞、耀乐团的张敬豪。徐明浩征询 Tony 的意见， Tony 起初对于爱豆是有偏见的，但是参加了潮音战记之后，偏见已经打破了不少。 Tony 也接受了徐明浩对其的崇拜与赞美之词，更是对徐明浩的努力与能力给出了毫不吝啬的称赞。但是称赞归称赞，就是不能合作。 Tony 鼓励徐明浩跟随内心做选择。大家应该知道 rapper 们对于爱豆和爱豆出身的 rapper 向来持有偏见，甚至可以说是看不起。尽管爱豆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打破大众和 rapper 们的偏见，但是从这次 Tony 退赛可以看出，这的确会是一条漫长的路。徐明浩在征询 Tony 的意见时就有提到自己的不自由，他的工作让他没了自由，而这份工作正是爱豆。潮音战记徐明浩正如徐明浩所说的那样，Tony 与宫格是更加自由的，两人即便不是在这个节目里，私底下也可以一起合作玩音乐，但是徐明浩却不能。徐明浩如果想要与 Tony 或是宫格合作，都需要先禀报公司，征得公司的同意之后，再由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，双方才会有合作的可能性。潮音战记 Tony 退赛音乐是人类最为互通的语言。